快亮了你的心呢？它曾经属于我的。我该走了，你的手呢？有没有一点点舍不得？手的玩具总算带来过快乐，每一段不得不完结的关系只是一种选择。如果美好记忆还算难忘，为什么还会记得悲伤？不如这样，我们一起拥抱天亮。如果关怀始终不长，还有什么不能原谅？